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世尊在前面问须菩提尊者，如来有没有无上菩提法可以证得？有没有法可说？这个里面含藏的意义，前面已经报告过了。今天我们看看这一段，我们若至为真有无上菩提可证，是错，故云非一法。若只为没有无上菩提，那也错了，故云非非法。如来所说的法子，是指一切法，法与非法皆不可取。佛在本经讲这一桩事情，多次的重复为我们开导，这就显示这个问题是佛法里面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修行正果枢纽之所在，所以不断重复为我们讲解。经上说如来，如来是从性体上说的，从性体上前面说过了，无有一法可立，哪里有无上菩提？所以不能执着而真有。假如我们要执着它没有啊，真的没有，诸位想想，那真的没有怎么也错了呢？真如本性里头也没有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你要有个没有呢，你这个本性里头又执着一个没有啊，那也是错啊。你体会这个意思，你执着有是错了，你执着没有也是错了，啊，清净心啊，那就不清净了，啊，因此有跟没有啊都不能执着。那么我们要问，到底有没有呢？
着是不可以，到底有没有？从事上讲呢，有；从理上讲，没有。啊，真如同啊，本经有时候称如来，有时候称佛，这个意思完全相通。称佛是从事上说的，从相上讲的；称如来是从性上讲的，是从理上讲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辨别清楚。四为什么会有？因为四相有十法界，十法界里面，我们今天是人法界。我们修行要成佛，那要没有佛，那就没有这个佛法界了。十法界里就有菩萨法界，有佛法界，那这个四当然有。既然四相上有了，那么法有没有呢？法也当然有，也确确实实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真有这个法，但是不能执着，一执着就错了。由此可知啊，金刚般若自始至终破执着而已。这是我们要想的。就像前面所说的了，法我们要用它，法有用，要用它，决定不能执着。这个就是前面佛所讲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又引这个法喻来做比喻，说明这个事实。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呢，细心去体会。如来所说法，这个法字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非常广泛。十法界都包括在其中，不仅是十法界，连一切非法也包含在其中，法与非法都包含在其中。法上应舍，法与非法通通要舍。这个舍不是不要，是不可以分别执着，是这个意思。舍分别，舍执着。一切众生皆诸菩萨等，就性上说，皆是一真法界，这是事实。虽然是事实，我们凡夫迷了，不知道这个事实，这个亏也吃大了。不单单是迷失了自信，无量劫来我们的迷执越来越严重，严重的迷执就变现出六道轮回，变现出三恶道，
于是越陷越深，苦不堪言。这是我们现在现前的事实真相。那我们要问，一真法界有没有失掉呢？没有。实在说，一真法界就在现前。不但人天没厉害，就是三恶道也没有离开一真法界。一真法界真实之体，六道是虚幻之相，幻象是一体变现出来，力量体假象也不可能产生啊，这个假象啊也一体变现出来的啊，这是法相家所说依他起性。所以设法界是以一真法界而变现出来的幻象，从来没有离开一真法界，悟了法界就一真，迷了法界就变成无量，一变成无量啊，觉悟了无量啊又归了一了，这个是事实真相。怎样悟？《金刚经》上就是教我们觉悟的方法，只要与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你就觉悟了。有一丝毫执着，那还是在迷，没觉悟啊。不可以误会，我都觉悟了，还得有这么一点点，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吧。不行，一点点也不行。一悟一切悟啊，有一丝毫还没有觉悟啊，完全没悟。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晓得佛在经上为什么叫我们一切放下。到最后连放下这个念头也要放下，那才是真正的觉悟。自性才能现前，所谓是明心见性啊，说见性，说自性现前，跟此地讲一真法界是同一个意思啊，同一个境界。啊，一真法界就是性德现前。故佛之说法
自真如本性中自在流出。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要认识清楚，佛所说的一切法是从他自己境界里面流露出来，也就是说从一真法界，从真如本性里面流出来。真如本性是真，那不是假的。真如本性流出来的这个言语叫真言，文字称为经典，不是虚假的。所以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方法、境界，确确实实超越了时间与空间。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区，它都是正确的，都是适当的。这就是超越时间空间，这就是显示出它的真实性。我们要解佛所说的意思，当然就难了。难在哪里？我们没有见性，佛经是从自信流出来的，我们没见性，怎么能够懂得经典里面的道理？因此大经大论上就说了，像华严经，像大智度论，就说得很明白，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佛的经教一定要有人给我们解说，如果没有人解说，世间一等聪明智慧的人都无法理解。原因在哪里？世间人用分别心，用执着心，有分别执着，这是凡夫啊。用分别执着来解佛的意思，无有是处。所以需要人说，什么人说呢？修行正果之人。所以在古代讲经说法，给这个经论做注解，都是修行正果之人。那个翻经呢，那就更不必说了。所谓是再来人呐、他行啊，他们不会搞错啊。虽然他们见性还不圆满，人家真见到了，
佛是圆满的信心啊，就像这个夜晚呢受苦的月亮啊，圆圆的满月。那菩萨虽然不是满月嘛，也是十一十二的月亮啊，接近圆满了。纵然位次更低的啊，初四初五那个月牙了，那也是真的月亮啊，不是假的，那个月光是真的。他有能力为我们解除，这就是说明这些人用的是真心。真心这个意思前面都曾经说过了，把妄心转变成真心，转妄成真，转识成智啊，转八识为四智，这样的人呢才行。在古时候啊，这样的人真有，不但有，还不少数了啊。我们在《大藏经》十传部里面看到很多啊，每一个宗派里面的祖师大德都是再来人啊，近代也有不少的大法师，身份没透露啊，少数的他们的身份透露出来，我们知道像印光法师这个现在大家都晓得，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的化身。地仙老法师、虚云老和尚到底是什么身份没有破露，我们不知道，不是普通人呐。要这样的人来为我们说，决定不错。那现前没人给我们说怎么办？我们找不到善知识，遇不到善知识，我们想求解经义怎么办？有一个方法，至诚恭敬的去读诵，求感应，读诵读久了就得定，心就清净，心就定，定到一个相当的程度就开智慧所以应界生定，应定开慧，智慧一开啊，这些经论自自然然就通达了这些诗近代也有例子，诸位看
谭虚法师的影城回路这一本书是谭虚法师的自序传他自己讲他一生修学的经过由他的学生大光法师记录所以就是谭老的这个自传里面有一篇记载着当年在浙江啊，他们道场里面有一位香灯师傅香灯师傅专门管大殿上烧香点蜡烛添油灯专门管着这个香灯师傅很老实很忠厚寺庙里头人多程度并不齐有些人呢看他老实捉弄他就跟他讲香灯师你那些蜡烛啊放在那放久了长霉了他说那怎么办呢蜡烛晒啊他又真听话把蜡烛都搬到外面去晒一晒嘛都融化掉了晚上上殿呢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尤其这个寺院呢都建筑在山上晚上上完殿点蜡烛的时候那到哪里去买蜡烛啊只有把那个晒的还剩的那个蜡烛芯了蜡烛油都晒掉了插到点结果人家都笑了这个住持老和尚一看到这个样子就摇头香灯师好了明天呢你不要做香灯了把他的职务撤掉了老和尚很了不起有眼光老实人能成功啊看到他这么老实就叫他你到越王寺阿越王寺也在浙江距离他们那个庙不太远那个阿越王寺里的供养着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就叫他去拜这个拜舍利一天拜三千拜他就是老实是老师父叫他一天拜三千拜他就规规矩矩每天拜三千拜拜释迦牟尼佛的舍利他拜了三年呢他开悟了这老实人他本来不认识字经也看不懂悟了以后他能作诗能作记以后讲经这个就是说明证明一桩事情真诚到极处就得定就开智慧必定得三宝加持可见的这个佛法的修学跟世法确实不一样真诚能够感应通达所以我们要正自信学佛
唯一的一个目标就在此地。正自信通常讲正道正果，就是这段事情，就是正德自信。禅家也讲明心见性，那就是正果了。我们净土宗里面讲一心不乱，得一心不乱就是真自信。如果要想达到这个目标，需先立心原相。如何可取？缘是攀缘的，是希求希望，心里面有攀缘，也就是心里面有分别有执着，分别执着就是缘，一定要先立心原相，心要清净，决定不可以分别执着。这如何可取？法相不可取，法相是有，不能执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果相也不可取，果相是成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我们认为呀，那是佛相，也不可以分别执着。分别执着就错了。这是讲要立心原相，又要立言说相，是如何可说呢？一真法性，真如本性里面没有言说，佛说法度众生，对我们有言说，某一类的高级的众生不要言说的，在我们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大家都晓得有三界六道啊，三界里面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我想这些同学们都很熟悉。色界四禅，初禅梵天，二禅光阴天，三禅净天，四禅福天，福报最大了。你们想想，二禅天人为什么叫光阴？光是放光，
阴是阴身，给你说清楚说明白了，光阴天以上啊，佛说法呢不用言语了，这个言语说法呢受很大的限制啊，表达的这个意思相当有限，没有风光啊来得圆满啊，光阴天以上佛讲经说法都是放光啊，佛一放光啊，大家一看通通清楚明白了，你看那都省事啊，不要以为呀我们这个地方天天讲经说法，哎呀忙得一塌糊涂，以为别的世界啊也是这个样子，那你就错了，你把人家估计得太低了。光说法我们其实我们也能相信的。我们走到外面，你看十字路口那不就放光了啊，红的光一放，哦，你就不走了，你就站在那个地方了。他要跟你讲话，不能走了，停止，你看多啰嗦，要说多少遍，你还未必能听清楚。你看这个多简单，啊，绿光一放了，你就可以通行了。你才晓得是吧？这种方法的时候，诸佛菩萨到处都在使用了。他这个光碟在某一个部位放出来表的意思不相同啊，光的大小强弱色彩啊，那个色彩上也是无量无边的 啊我们看到这个佛讲经，佛在讲经之前呢，许多经典上佛都放光鲜锐，你要懂得这个意思，佛一放光这部经讲完了，那个够程度的人他都明白了，然后再讲我们这些人放光怎么放我们也不懂那没有法子了，佛只好再说吧，再用言说吧，那他一放光我们就懂了，何必还说呢，都不必说了。立言说相啊，即立言说相呢，那哪有法可说呢？啊，无有法可说啊。幕后这一段说，立言说相，正是言语道断呐。啊，这个道啊，当作方法讲啊，用言语来表达，的确。是非常有限啊，它有范围的，有界限的啊，而且这个范围界限的时候是很有限啊，有许许多多的意思确实言语表达不出来的啊，无法表达出来的啊，我相信这些我们同修当中啊都有这个体验啊，可能就在自己本身上啊，说不出来啊，譬如我们接触外面境界，我们看到风景，看到很美的东西，没有办法形容的出来，没有办法表达的出来，这个就说明你这个言语能力是有限的啊，文字能力也有限的啊，比不上光啊
啊，你看光现在的这个摄影机啊、电视机一照啊，都照得清楚，那都表达出来了。我们讲怎么讲，怎么形容都形容不出来，他那里一照就都出来了。啊，这就是光比这个眼所要强多了。啊，对，言语道断。啊，何况如来所证的究竟圆满的境界怎么能说得出来？立心圆相啊，正是心行处灭。行是动啊，心在那里动啊，灭了呢，那就不动，心就定了。清净寂灭，前面一句说明何以佛无有法可说，后面呢心行处灭说明佛哪有法可以证得？啊，如果你心里面还有起心动念，那就有说也有证。到心行灭处的时候，不但是无法可说，也无法可证。这是把这桩事情交代清楚啊，再说明白了。我们看底下这一段经文，世尊再以一切贤圣来给我们做一个证明，所以这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常。注解里面讲，所以这何？即指出为何两边界要非之所以然？这个非之就是离开，空有两边都要离开。法与非法都不可以执着。法就是有，非法就是空。这是用正果的人来为我们作证。一切贤圣借用此双非之法，这个一切圣贤是从小乘出果，他证了果了，这就不是凡人，一直到大乘圆教等觉菩萨。我们经上常讲三贤十圣，三贤十圣是说的大乘化身大士，这说的
三贤是什么？前面呢都没有算进去，从破一品无名正一分化身呢，从这个地位开始实住实性实性实回向，这三十个位置叫三贤。从初地到等觉称为十圣那么这个十地菩萨了，十个位次加上等觉一共十一个位次我们称为十地。有些经论里面呢说的详细一点叫十一地诸位要记得，十一地跟十地意思是一个意思。十地里面包括等觉菩萨，那个十一零头省掉了在中国人呢就喜欢说整数零头就不算了，其实呢包括在里头。就像我们在佛经里面常常看到释迦牟尼佛的长随众经常记载1250人，这是个整数，实际上呢还有五个要细说的话呀，应该是1255人所以这个翻经的法师那个零头啊他都省略掉了实际上呢里头包含这个必须要明了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层次借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也就是说两边都是他们通通都是两边都是两边都不执着但是那个不执着的程度有差别，有浅深差别不同，所以才有51个阶级如果要没有差别的话，那这51个阶级从哪来的？有些两边立得浅，有些两边立得很深，真的没有了。像这个初学的为什么三贤十圣里头不包括十信位的菩萨？十信位菩萨也舍掉了，可是有的时候他又现行了或有或无有时候他真的放下了，可是有的时候他又执着了，他又起来了。我们想想我们岂不亦是如此吗？实性菩萨或有或无不像个登了这个初住登到初住位的时候那就不会了，他就位不退不但是位不退三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从这个地方呢它有进有退了，我们就想到它这个两边写的不够究竟这样啊才有差别。无为无为者知自性清净心原来具足无造作相经历无修无证皆只此而已那么这是解释无为法
无为法是指真如本性啊，这个是无为。为就是造作，就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了就叫做有为啊。你看我们现在的心，心就成念头，前面念头灭了，后头念头又生了，我们现在用的心啊是生灭心。生灭心是什么法呢？有为法。有为法都不是真的呀。这《金刚经》后头记子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法是假的啊，不是真的，无为是真的啊，无为不生不灭，永远保持那个样子，不会改变的，那叫做无为法。法相中用这个标准来解释啊，就是用生灭这个标准来解释啊。他跟我们分析八识是有为法啊，前五识、第六识、第七识跟第八阿赖耶识都是念头的生灭。有些念头很粗很明显，我们容易觉察，有些念头啊很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相中有个比喻说啊，好像这个水呀，我们从水面上看呢，它很平静，底下呢流动得很快速啊，那就形容说微细的念头啊，我们看不出来。佛告诉我们，阿赖耶里面的念头啊，我们一般人能够观察得到的是什么呢？前五识、第六识、第七识可以能够觉察得到，哎，我念头生了，念头灭了啊。可是阿赖耶里面的念头啊，就没办法，不谈我们没办法。佛说过，摩罗汉、全教菩萨都没办法。阿赖耶里面的细念，世尊在经上举个比喻说，弹平，弹平，不像我们弹的这么慢的，他说这个古时候的五识。那个体力非常强壮的，那个弹指有力量，也弹得快呀。一弹指有六十刹那，一刹那的时间多长呢？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那叫一刹那。一刹那里面呢，有九百生灭，我们怎么能够发现？怎么会知道呢？以我们的能力弹指，一秒钟大概可以弹四次啊。四乘六十，再乘九百，就这么算法吧。这最保守的算法了，一秒钟
2,108,000，这样微细的生命念头，所以全教菩萨摩罗汉辟支佛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他们的心很清净，还不够，那个心还不够发现呢微细的念头。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八地菩萨啊，八地不动地了，那个心清净的几乎跟佛很接近，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发现啊，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微细念头，粗的念头断掉了，还有这样细的念头，才发现啊，发现呢在实验再把它离开啊。所以八地以上九地十地等觉断极微细的念头，对，两边都要离，离这些东西了。向宗用这个标准告诉我们，心法是一维的，心所有法是一维的。心所有法呢，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心理作用。啊，称之为心所有法。与心法相对的，就是物质。啊，物质称为色法。色法有生有灭，动物人是动物的一种，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乃至于星球有成住坏空，换一句话说，通通是属于生灭法。还有一类法不属于这两类的，既不属于心也不属于色，色法就叫物质，但是它有这些东西，有这些事，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它，但是这些事也是假的，也是生灭法，叫不相应行法。一共有24类。这个不相应行法，用现代的话来说，抽象的观念。譬如我们讲时间，我们讲空间，东南西北，上下四维，这个不属于心也不属于色，是我们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真的，但是它也是个生命，生命法，我们有念它就有生，我们没有这个念它就不存在，那么这也是一个违法。所以合起来啊，总共是94个，94类，这叫有为。觉察不出生灭的，那就归纳到无为法里面去了，不生不灭的，虚空。虚空好像没有生灭，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虚空是这个样子，3000年后虚空还是这个样子，虚空没有改变，
所以虚空啊，水无为。定中的境界是无为法啊，所以啊，这些无为法呢，那都不还不是真实的，相似的啊，因为呀、啊，它没有生灭的相啊，有为里头不能包括它，我们可以说它是相似无为啊，不是真的。真正的无为法只有一个，真如啊。这个白法的最后一条啊，真如无为，那一条才叫真的是无为法，真的不生不灭了。此地讲的无为，就是讲真如无为，自性清净心呢，就是真如啊，就是本心原来具足，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无造作相，生灭的这个现象它没有，所以它是不生不灭啊，没有生灭，永远是这个样子。楞严经上讲的常住真心，常住两个字意思好啊，与常住反面呢就是无常啊，无常就是生灭啊，念念不住啊，他没有造作相，没有造作相当然就谈不上修正，修造作，正也造作，修正都是造作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修正虽然都有都是造作，我们现在要不要造作呢？要造啊，我们要不造这个修行正果啊，我们就造三恶道啊，更不得了了，是天天都在造，念念都在造啊，啊，所以现在这个造的时候，我们要选择方向，要选择目标，啊，所以佛教给我们的，不但恶业不能造啊，善业也不要。要什么呢？要净业啊，善恶两边我都不要。你造恶业，果报在三恶道；你造善业，果报在三善道，出不了轮回啊。啊，造净业，净业怎么造呢？《金刚经》上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那就是净业啊，净业是两边不住啊，空有两边不住啊，那就清净啊。前面讲居士跟我们讲过啊，念佛是净业，念佛就是两边不住啊，你看看你心里面念念呢有佛号啊，念念有阿弥陀佛，你不落空啊，念念阿弥陀佛了，除阿弥陀佛之外，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你不住有啊，空有两边都不执着，念佛这个法子与《金刚经》上讲的理论方法完全相应，
啊，金刚是高度的智慧，念佛跟他完全相应，那念佛这个法子岂不也是属于高度的智慧吗？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不可以小看念佛了啊，我们是用念阿弥陀佛的方法来修金刚般若啊，其成就不可思议啊，绝不是其他的修金刚般若能够相比的啊，成就不可思议。静因无修无证，即指此而言，无修无证是指自信清净心说的啊。那我们自信清净心没有现前，要修，修的是什么？把自信清净心那些障碍除掉而已啊。证什么呢？自信清净心又恢复了，那就叫证。其实这个证呢，不是新得来的，是旧有的啊。所以楞严会上佛说了，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因为你所得到的是你自己本来有的啊，并不是本来没有啊，你现在得到了啊，不是这个意思，本来有的啊，所以叫无修无证，必须生灭心灭。自性清净心即现前啊，自性清净心现前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怎样才能见性？要把生灭心断掉啊！这个生灭心呢，我们从很粗的地方去看啊，去观察，就是念头啊，我们心里的生灭的念头，把这个念头啊断掉。真如本性才能够显现得出来。这个念头啊不好断啊，果然呢，你这个生灭的念头啊没有了，你真的断掉了，它又生一个东西头。生个什么东西呢？生个没有念头。这个麻烦不麻烦？那个比这个更难断呐！啊，师尊在楞严会上跟我们讲解六界三空啊，这个修行的关口啊，六个关口啊，这个地方讲这个生灭性，这是动啊，第一关动离掉了，静就现前了，那个静还不行啊，静还要离掉啊，一层一层到第六个关口啊，叫灭。
灭也要离开，心性才大方光明。可见的修行到见性这个目标真不是容易事情。至于修行下手功夫，即是非法非非法，两边不缺。非法是空，非非法是有，空有两边都要离。世尊在本经上讲的法相非法相，意思都相同。凡夫修行为什么不能够放下？原因没有了解事实的真相，也就是我们常讲啊，没有看破啊，放下当然就难了。要想真正放下，先得看破。世尊为我们讲经说法，目的帮助我们明了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明白了，就看破了，放下就不难了。没有看破，叫你放下，你感觉到非常非常困难。为什么要我放下？我放下有什么好处？我们不放下有什么不好？这个问题一大堆呀！这才麻烦释迦牟尼佛呢，是这样详细为我们说明。世尊所说法，无前非身，无身非前啊！前面说过，佛所说的法了，都是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真如本性有没有前身呢？如果有前身，它就是生灭法，它是有为法。它要有前身，有大小，那不就是变成有为法了吗？没有啊，真如本性没有大小啊，没有前身啊，也没有真妄啊，也没有善恶，也没有是非啊，什么都没有啊，乃至于也没有自他了。我的真如本性，你的真如本性有没有啊？真如本性里头没有你的我的呀，没有凡夫的佛的呀，没有啊。所以三世一切佛共同一化身啊，真如本性是一个啊。这种现象我们也非常难于理解，所以佛在经上用比喻来说，
把真如本性比作大海，把我们每一个人呢，每一个人我们的自信呢，比喻大海里头的水泡一样，大海里起个水泡，起水泡起来的时候，好像啊，每一个水泡都不一样啊，我有我的真如本性，你有你的真如本性啊，你有分别，有执着，有界限呢，那是什么？迷执着，你有分别执着的时候，分别执着都无了，那个水泡破了，破了怎么样？整个大海，你还哪里有界限呢？所以才晓得自他不二啊！这里面显示出一个道理：我们凡夫起心动念，为什么真正有功夫的人他知道？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的，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知道，你起心动念他们都知道。什么道理？同一个自信。所以只要见了性的人，你虽然没有见性啊，你起心动念他见性了，他都见到，他都晓得。我们一般俗人不明白这个人，哎呦，某人有神通啊！他有他心通啊，别人心里想什么他都知道啊，他心通啊。这个通，通达无碍，没有障碍。十方世界所有一切众生，起心动念，通通知道。原因呢，就是性体是一个，这一是真的，从一个里面变现出许许多多，就像大海里面，大海啊变出许许多多的水泡。如果从大海本体来观察，所有水泡情形，他怎么不知道呢？如果是你是当中一个水泡。坚固执着你那个水泡是你，那你就不了解外面的状况。你执着以外的这些事实真相，你是一无所知啊。放下你的执着，就通通都知道了，都明白了，就这么个道理。因此佛所说的一切法，无情非身，无身非前，这两句话合起来讲，没有前身。这个与自信呢，它才相应。所以佛经浅人看得很浅，程度深的人看得很深。道理呀，真如本性本来如是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你知道之后啊，你在研究经教，你就会产生信心，不会认为，哎呦，佛法好深呢，我的程度太低了，恐怕我不行啊。你发现还没有戒除啊，先就生起自卑感了，先就不敢当了，那有什么法子的？
佛法跟世间学术决定不一样啊，它是自性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真如自性啊，都有清净心，哪有不能接受的道理呢？故叫大心初学者啊，这个大心前面也讲得很详细，都必须要好好的记住啊。当然更重要的，我们自己要发大心啊，发大心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圆成佛道啊。今天要讲圆满成佛实在说啊，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除了求生净土之外没有第二个路子，你在一生当中能够成佛啊。所以破迷开悟，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样真的是自度度他啊，这个是真正发的大心。我们的大心没发出来啊，大心发出来之后相不一样。啊，就是你所表现的不相同啊，那叫真大，没有自信，起心动念都为一切众生着想啊，不会再为自己着想，所作所为呀，也为一切众生着想。不会为自己做，都为一切众生，他这个气象完全不相同啊，这个是大心呢真正发出来了。发大心必定得诸佛护念，必定得一切善神拥护，这是一定道理。尤其是在我们这一个时代啊，这个时代迷的人多，觉悟的人少，发大心的人更少，所以一下发了大心啊，那个诸佛菩萨感觉到稀有啊，就把你当宝贝看待了啊。你像在中国隋唐那种时候，那个发大心的人太多太多了，不稀奇，太多了啊，你看祖师大德这个善知识出现的太多太多了啊，到处都是啊，现在没有，走遍全世界看不到，你要是发了那还得了啊，你变成所有一切诸佛如来的独生子，那不得了啊，这是啊，那个就是不一样啊。所以得到这个诸佛护念的这些菩萨啊，善神的加持非常显著啊，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知道此时状况，更要认真努力发大心啊！不要以为啊，我的这个根性很烈啊，业障很重，这都小事情，大心一发了，再重的业障消掉了啊。愚痴会变成聪明了啊，你为什么会愚痴呢？业障重啊，你愚痴啊，业障消掉了，你自己本性里头的般若智慧光明
他就往外放光啊，自然就聪明了。只要如理如法的修学，没有难事啊。如理一定要依照经典上所讲的道理啊，不可以违背这道理，依照经典上讲的方法你去做啊，那个效果很快就能收到。那么这是教法大心金刚经上讲的好，即从不应取相，不应取啊，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上用功，法与非法其实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前面我们举过很多的例子，穿衣吃饭、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法相非法相两边都离，所以要把《金刚经》的教训呢，到哪里去修啊？生活上去修啊。每一天穿衣吃饭，不着非法相，不取非法相，非法相是空啊。我天天穿衣都吃饭，我没有着空啊。虽然穿衣吃饭呢，心里面干干净净，对于你穿衣吃饭的没有一点分别执着，不着法相啊。你们看到经上，不着法相，不着非法相，法相非法相在哪里呀？在哪里没找到？那你的功夫在哪里用呢？就在生活上。你今天去做工，你很认真努力的去做工，不着非法相啊。虽然认真努力在做工，自己心底很清净啊，确实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你不着法相啊。不着法相，你的工作再烦，你会应付得很圆满，你没有感觉到烦，再多也没有感觉到多。别人做得很累，你做得很轻松，为什么呢？你不着法相啊。这个学会了啊，要马上就用上才行啊。用在起心动念上，那个念头啊一生灭，那是法了，法尘呢。你看六尘里头，色声香味触法，眼见是色，耳听的是声，心里头的念头是法尘。所以你就是坐在那里不动，用什么功夫呢？要用这个功啊。我们看到有许多学禅的人，每一天呢在打坐，身体是坐在那，
不错，像个泥塑木雕的佛像一样啊。里面呢还胡思乱想啊。以前呢黄念祖老居士说，他说他那个禅像个绳子一样缠住，真的是那个禅，他说的很虚伪啊。他做的是那个禅，坐下去不晓得多少烦恼在这缠住他啊，妄想在缠住他，不会用功啊。会用功的人怎么样呢？静坐在里头，在法尘上用功。法尘也有相，打个妄想，想它都有相。要在这个地方啊，把相与非相啊都离开。这个，他打坐的也用功。注意一下子，我刚才先给你讲一下，穿衣吃饭上用功，工作上用功，处事待物人接物上用功，那个静坐上也是用功，哪有差别呢？你们想想看，是不是一定要去打坐？不一定啊，只要是用功。什么叫用功呢？两边不住就叫用功，住到一边呢，那都不是功夫，那是错用了功啊。这你才明了啊。真正会用功的人，行住坐卧，一切处一切时，一切境缘当中啊，都是啊。哪有差别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在这上用功。《金刚经》就是教给我们这个方法。教给我们两边不住啊，两边都不分别不执着。这样你的心永远保持清净，你的身确确实实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业，这才是世尊教给我们发大心大愿，令一切众生介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就在我们日常生活行住坐卧当中啊。就做到了，都做到了，圆圆满满的做到了，不要不必说一句话了。佛做给我们看，我们懂了没有？菩萨做给我们看，我们懂了没有？会了没有？这个禅宗的善知识常讲啊，会吗？你会吗？会了啊，你就入了，你就得了门路，你就入了。换一句话说，会了，你在日常生活当中通通都会了。从今而后，你过的生活是金刚般若波罗蜜。
再想想从前没不会的时候，你过的是三途六道的生活啊。这一会了之后，马上就是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啊。你看，转凡成圣啊，就在这一念之间，你要会转呐。要快转呐、今天听了是有点道理、现在还不行，我再过几年再转。过几年你能保证你还能活几年吗？须知人命在呼吸之间，所以要快。以前不知道，没法子，无可奈何，迷茫。今天觉悟，明白了，马上就干，立刻就转过来。给诸位说，一转过来，你就得大自在。这是真的。你得大快乐。你这个身心许许多多的烦恼乃至于痛苦疾病病痛都没有，一下就转掉了。为什么不转呢？这是方法教给我们，我们要知道啊。到干果时，恭候极深一时四法。这个感果，果是果位啊，实性菩萨果位，实住菩萨果位，到实地菩萨果位，你证果了。证果不能停啊，还是这个方法没有改变的。实在说这个方法你也用不上啊，金刚经讲的真是很透彻啊。姜维农居士40年功夫没有白费啊，确确实实。我们看看自古以来《金刚经》的注解，没有他讲的这么透彻。我们听他讲的时候，一下就明白，而且马上在生活上通通做到，可以能做得到的。看看古人这个注解《谈玄说妙》，看完之后不晓得从哪下手，得不到利益了。他这个讲话我们真得利益，证了果了还是老办法。证果不执着证果的相，继续努力用功，不执着非法相。那个还是法相非法相两边不着，一直到究竟圆满成佛，这个是这真的在般若里头称为金刚般若，没有别的，就是两边不着。两边不着那个态度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消极的住到空了，取了非法相，所以他非常积极，他不取非法相，他积极，他不取法相，他心清净，一尘不染，而工作的时候认真努力在那做，
那也学问的时候，他既然心清净一尘不染，何必还要认真努力去工作呢？认真努力去工作是要令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众。他这个功德才圆满了。所以自度跟度他是一桩事情啊，只是自度不度他落得空了。小乘人啊，只利他不自度是凡夫啊，凡夫里头的善人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必须自度度他啊，这个才是佛菩萨的做法。啊，我们要向佛菩萨学习。所以，恭候极深，这个恭候极深呢，当然是讲地上菩萨，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啊，到极深了。还是这个方法啊，继续不断的去用啊，才能够圆满菩提啊，证到如来究竟的果位。如来依此法成如来啊，如来是达到究竟圆满的果位啊，如来怎么成如来的？佛是怎么成佛的？用这个方法。一切贤圣皆以此法而成。贤圣里面有大小乘，小乘四果四相用这个方法成就的，辟支佛、全教菩萨也用这个方法成就的，化身大师还是用这个方法成就的，这叫一切贤圣。我们看到佛，看到这个大小圣都没有离开这个方法，没有离开这个原理原则，这知我等非如此生净信心，以此为实不可以啊，我们要想成就啊，诸佛如来声闻缘觉菩萨走的这个道路，我们看清楚看明白了，我们要想成就，认定他这一条道路，在这个道路啊，要生信心。啊，古圣先贤都是走这条路成功的，我们不走这条路，以为还有别的路可走，那就错了。这个地方跟我们讲的是原理原则，是讲的根本法了。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这个原理原则决定不能变，你守住这个原理原则就不错了。你在方法上念佛也好，参禅也好，持咒也好，读经也好，无论你用什么方法，
你要懂得两边不取，你就高明了。前面说过了，不但呢你的成就快，而且你的成就高。懂得两边不取，用最现实的话来说，你的生活会过得非常快乐、幸福、美满，最现实的。你不晓得这个道理，不知道这样做法，你的日子过得很苦啊，过得很辛苦啊，没有快乐啊。世间人所谓的快乐，就是我前面讲的，那是麻醉呀。他哪里懂得快乐？五欲六尘的刺激，那跟麻醉一样，又有什么两样？真正快乐从清净心里头生的，法喜充满。喜悦是从自信里面像泉水一样啊往外涌啊，那叫真快乐啊。这种快乐心不得清净是决定没有的。你没有办法想象得到。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法，就是对于金刚经，对于金刚经要生净信心，信心上加一个净，决定没有怀疑，完全肯定的相信它，这个信叫净信。净信里面还有一个很深的意思，非照这个方法做不可，这个才叫真的性。性是性了，我还不想做了，那这个性不是真性啊。性了之后啊，马上就照做啊。这个两边不住就是关照啊。所以工作为什么要认真努力做到尽善尽美？前面一再跟诸位说明过了，佛菩萨就是一切众生的模范啊！我们样样做得好，样样做得尽善尽美，是给大家做一个好样子，那叫佛菩萨。你不认真努力做，那怎么行呢？这个好的榜样，好样子，就是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念念为众生，不是为自己。为自己可以不要做啊，为众生啊。那实在讲呢，如果说为自己要证得圆满的菩提涅槃，那还非做不可。你要不做的话，没有办法证得圆满的自信。那么由此可知，不管是为自为人，都非照这个方法做不可。以此为实，要以这个为实实在在，这是真实之理，真实的方法。此节经文亦是
大乘修行之总纲领。这个意思，诸位听了啊，这两个小时所讲的，我相信啊，多少能够领略到一些了。大乘法无量无边啊，像四弘誓愿里都所说的，法门无量誓愿学。无量的法门都是这一个原则，两边不取，两边不住。离开这个原则，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成就。无量法门当中，净土法门呢，古大德称为啊，门与大道。啊，门是法门。八万四千法门以外的一个特别法门，叫门与啊，其这个法门它剩下来的这一条路啊，门与大道啊，也不能够离开这个原则。那也是要两边都行，像前面所说的，心里头念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不取非法相，放下身心世界，不取法相，与《金刚经》的道理相应的。你对于这个世间还有留念，还有牵挂，还有丝毫放不下，你住了法相，你住了法相，念佛不能往生。可见得念佛法门都不能够例外，其他法门呢更不必说了。由此可知，念佛的人很多，往生的人不懂。什么道理呢？着相执着啊，分别执着没能放下了。那么他的佛也没白念啊，跟阿弥陀佛呢借了一个缘而已啊，只是借了个缘，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这种情形实在说呢，就像我们过去生中啊，我们过去生中也念佛，不晓得念了多少生了，不知道修了多少事了，都没能去得成。什么原因呢？对这个世间总有那么一点点牵挂还没放下，就是这个障碍，丝毫的牵挂都不能往生啊！这个是诸位同学不可以不知道的啊！你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往生，往生就是成佛啊！那个功德利益之殊胜，诸佛菩萨都说不尽。往生就是成佛，往生就是大圆满，但是丝毫牵挂丝毫忧虑
都成了大障碍。